今天来做一道小朋友都爱吃的糖醋鱼，让你在家也能简单操作。想学做菜的可以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因为主页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学到就是你赚到哦。鱼片要学刀切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准备葱姜、料酒、盐，抓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。来点香炸粉，没有的就用生粉。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6成油温下锅炸，1成油温30度，6成大概在180度左右。你只要记住，食材扔下去能立即冒泡就对了。炸至表面金黄酥脆，捞起来。准备番茄沙司、生抽、陈醋、白糖，搅拌均匀，调成糖醋汁。锅中下油，把糖醋汁煮开。淋点香油，色泽更明亮，味道也更香。鱼装盘，淋上糖醋汁就 OK 啦。我的主页就是活菜谱，不知道吃啥去转一转，说不定总有一道适合你哦。